Hello， 大家好。如果有问这只美国的 NASA 上市的 Amazon，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已经是从底部这边大概是81块一直飙上去到122块，也非常厉害。这边呢也形成一个这种形态，上升趋势的形态。它现在呢正在面临住一个主力线，就是这一个筹码峰的最高价124块。这个价钱呢也是之前的历史这个盘整区啊，这边呢应该会有一个主力，尤其是这边形成的盘整区啊，现在它正在面临就是这个主力线，就是对应这一个盘整区的最高价，也对应这个筹码峰最高价，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很大机会的它就会回调啊，如果要买入的话呢就看看先吧，等到回调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回调马上涨。我觉得这个回调马上涨的话呢是 OK 的。现在美国的升息呢听说了好像要慢下来了。六月的时候可能没有升息。然后呢如果没有升息的话呢它科技股呢肯定也会肯定有一段时间会飙出上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回调马上涨的话是一个机会了。OK，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谢谢大家。